主料是面条150克，辅料油、盐、青椒一个，鸡蛋一个，鸡精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准备好所有食材。原料图，金针菇洗干净去根部，青椒切丝，热锅倒入适量油，将鸡蛋打入锅内，将面条倒入锅内一起炒，放入青椒一起炒，放入金针菇一起炒，放入调料，炒均即可。烹饪技巧，炒面实际的用筷子搅散，防止粘在一起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